在要飞出来，现在七点五十，现在很上一船还是很亮。在八点的时候应该能看到了。有台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这个。天空飞哈，今天要去拍国际透风站，最近今天明天都有。其实我在我家窗户拍也可以，你先来上面看看。小朋友，赶快来！小虎，你看国际透风站在这里，要一直往上，你看看。你看那些，那些很亮，那些看到一点。啊，看那个，那些很亮的那个。那里，那个，它在往上，有没有？能看到吗？它会看到我。今天是八月四号，七点半。等下在7:57到8:00的会有国际太空站。飞过天空，它的最亮可以到-3.9。今天的天空很漂亮，星星很多。你这里来拍的是鱼啊？那是今天的渔船少了，渔船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多。今天的渔船比较少，因为中共在演习，那个北方三岛啊。北方三岛那边好像有中共在演习，所以觉得渔船比较少，渔船还是不少，但是没有那个前几天那么亮，没有前几天拍流星雨的时候那么亮。我 GoPro 要来说是摄影了，好。